憨憨 TV。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憨憨 TV 加密货币俱乐部，我是 Tommy。 上一集已经大概说了聪明资金的概念，今天我们再深入了解聪明资金的结构和如何去分辨大资金进场的痕迹，还有如何用这些资讯来进场啦。那也是再次强调咯，以上所说的都不是投资建议，只是为了分享和教育，你需要自行的研究和对自己的投资负起全部的责任。聪明资金概念以后我就会简称 SMC， 我们要和大资金大投行交易所一起进场，而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订单块 order block。 订单块就是大资金进场的成本价，正常的会出现在引诱散户进场的陷阱的下面。那如果你是庄家需要吸收散户的资金，那最好就是让价格出现所谓的同等高和同等低，让散户觉得这里是个很强的支撑点或者是阻力位，散户就会在这些支撑点进场做多，把止损就放在下面一点，就看看他们的杠杆开有多大了。如果是开100倍杠杆，那只要下跌 1% 就可以收割了，如果是10倍杠杆，那就是 10%。 要知道这些资料都在交易所的后台的，他们就会看哪里的止损最密集，那里就是他们的收割的目标。而上面的同等高的阻力位，也就是有一般人在做空了，那两边都有散户的资金哦。如果你是大资金，你会怎样做呢？当然是两边都要了，我全都要。首先大量的抛售，先把价格在很短的时间内拉低，所以订单块出现时就是大量拉升之前的下跌，这个下跌就是订单块的区域，我们并不会在这个时候进场的，而是等待价格再次回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才买入。这里因为是庄家的成本价，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才是真正的支撑位，因为庄家不会让自己亏本的。我们来看如何去区分订单块，价格在短时间内突然先暴跌然后迅速的拉升，正常的情况之下不会超过一小时的。拉升的那根 K 线大部分会呈现四横，所谓的四横就是交易一面倒供不应求，就是大资金进场的痕迹，还有就是大量的成交量。由于订单块都是过往的数据来判断大资金的成本区域在哪里的，因此你并不是现场一出现就买入，而是等价格回踩时才进场的。那么要怎样进场呢？那首先我们要来到 TradingView 这里，在技术分析那里搜寻 Smart Money Concept Lux Algo， 把它加入图表里面，这里你的图表就会出现很多的标示。来，我来一一的和大家讲解是什么来的。 BOS 也就是 Break of Structure，简单来说就是趋势的持续，青色的 BOS 就是上升的趋势持续，红色的就是下跌的趋势持续。 Chop 也就是叫 Chain of Character， 就是趋势开始转变，如果是红色的 Chop， 那么就是从上升趋势转为下跌趋势，青色的 Chop 则是从下跌趋势转为上升趋势。 Order Block 订单块，红色的就是大量资金做空的痕迹，青色则是大量资金拉升的痕迹。 EQL 和 EQH 也就是叫 equal high 或者是 equal low 的意思，之前已经说过了，庄家为了吸引散户进场就会把价格做成同等高和同等低，这些地方就是散户被收割的点位，大部分 EQL 和 EQH 的上面或者是下面都会出现订单块的。 Fair value gap 也就是四横区，这个区域就是大量资金拉升之后散户的做空单严重不足的区域，所以有可能价格再次会回到这里引诱散户再次的做空。 Premium 或者是 Discount 的区域，这些区域是叫做极度便宜的区域，可以用来进场或者是出场的。那了解了这些标示过后，我们来进场咯。首先先看天图或者是四小时图，我们只看 BOS 或者是 Chop， 看看现在的趋势是上升还是下跌，只能顺势的做交易。现在来看四小时是出现红色的 Chop 和 BOS， 以上价格都是从上升转为下跌的，而且还是持续中的。那我们看回天图的话，大势来讲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会以做多为主的。那这里过后我们就会再看一小时图，看看有没有跌到订单块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小时段里面的价格已经跌到 discount 区域了，我们就来看看五分钟的图表，看看这个区域有没有被回踩。 OK，价格在订单块区域里面已经测试过两次了，而且之前有出现过四横的 K 线，所以可以进场做多了。那我们在65259这里大概这个位置就进场做多，而止损点我们需要加多一个 ATR stop loss buy 的，在技术
指标这里搜寻 ATR Stop Loss Finder， 然后加进图表里面的，根据这个止损寻找器，在进场的那个点的下方设置止损，我们就设置盈亏比大概2:1，刚刚好会在下一个做空的订单块，我们就可以在做空的订单块出场的，也可以持续的拉止损到更高的位置来持续观察的。那这时如果用到 Bybit 的合约交易，那就非常的方便，那只需要拖拉止损线就可以了。那么杠杆要放多少倍呢？那这就关系到你能承受的一单亏损是多少。因为现在止损我们大概放在64%左右的，就大概 1% 左右，如果你放10倍杠杆的话，那就会亏 10% 哦，但是赚就赚 20%， 所以大家要自行的衡量啊。如果你是做现货的，基本上它的容错率会比较高的，所以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个做法，可以先从现货开始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想开交易所，可以点击说明文的连接注册，在这个3月内凡是入金 100U 的新用户就会得到 10U 啊，这不是体验金啊，是真正的 USDT。 另外我们 Midon Exclusive 已经登上了 Bybit 跟单的第一名哦，哇太厉害了。由于是跟单名额已经爆满了，因此我们已经改为 private mode， 如果有意想跟单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和我们的 admin 联系，不过跟单需要至少1000U 以上的。如果要得到更多的币圈新闻挖矿资讯啊，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Midon， 我们下个影片就会讲解流动性，究竟庄家如何去收割散户的，而你要如何去避开这些区域，我们下个影片见咯，拜拜。